70分为准的话，它在上面还是下面呢？但先讲好哦，这个你不要约他们几个去哦。不会不会，我要去哦。受不了！18年，怪我！哎，那请问那个总统套房的要不要收回？没有，就是给他的。你是今天认真抱着一丝希望来的，是不是？其实还好，我没有抱得太认真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感觉可以表达一下，我觉得也不错。要不然放在心里也觉得。你是讲真的，是不是？今天这个喜欢的感觉？当然是真的，因为他如果刚出道我就喜欢这个女生了，直到后来经过了。就像我罗志祥也是我好朋友我也觉得，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不是那么奇怪，因为都那么久了，就是都还好，还有机会。所以你是觉得说你都不在乎罗志祥，他干嘛在乎阿雅，是不是？你的言下之意是这个吗？是吗？你说跟阿雅姐姐在一起，那我怎么可能跟她在一起呀？真的哦。对呀。哎，你现在会不会恨我在旁边一直敲边鼓劝阻他这件事？其实还好，不会，因为我觉得这个，讲出来我比较舒服。OK， 讲出来比较舒服，而且就算被打枪，我也觉得还好。就至少还可以当单纯的朋友嘛。对，然后这样的话，以后约他出去，他就不会那么尴尬。不，看起来你的礼物深得欢心了，真的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这真的还不错了，他去换丁字裤就是。哎，丁字裤应该可以了，可以。小马不好意思，不会，请坐。还有一位。最后一位男主角进场。这个好像类型跟年龄都不一样。这个外形还 OK 吧？可是请问你有喜欢 Markio 吗？我读书的时候就觉得。读书，这个好扫兴哦，感觉他好像多老。但是他那个时候也是很年轻，就是他第一次广告，就是电信的。然后办学生那个手机的那个广告，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清纯，然后很清晰。那请问你有趁着在演艺圈的时候对这个人表白过吗？我从来没有。今天第一次。对，我跟马奎其实就是工作上面遇到了。这个应该算跟陈楚河同行的吧？差不多的。如果你可以跟陈楚河在一起，应该跟陈德烈哦。可是马奎的清纯感觉还在吗？我觉得一直都在，只是。会多一点人生的经验。可是电视上面一直讲说他爱喝酒这事情，你没有害怕吗？我其实还好哎，然后我喝酒反而是比较，我跟马 Q 刚好是相反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好。可是如果马 Q 喝醉了，你愿意帮他洗头吗？洗头我觉得 OK。为什么？因为马 Q 说他很喜欢男生帮他洗头。喝醉也要洗？我会帮女生洗头。姿势要。其实我最近在理发院打工。干嘛家庭？对啊，这很好。连姿势都要讲究到不能让水滴进眼睛，对啊，就是浴缸里面，然后就这样坐着，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洗，就从那边冲那种。哦，这还蛮特别的这个喜好。而且我会在之前，比如说他喝醉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去接他，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。喝得有点开心的时候就去接。你们俩年龄怎么样啊？我不知道你都几岁。我27。我25，对，今年26。可是会不会太小？有一点太小，因为你好像没有喜欢太小的哈。可是27的，大我2岁 OK。其实我虚是28了。不过以他的样子来讲是娃娃脸，不是，虽然是帅，可是娃娃的那一种，这个可以吗？我的个性我觉得比他们还不 man 呢，就是比较完美一点。他会煮菜。煮菜还好，因为我也不会常去男朋友家，或是叫他来。他会煮菜，我会打架。我因为陈德烈真的是蛮女性化的。对呀，那你的礼物是什么？完蛋了，我先送吧。什么礼物？谢哇，哎呦，很冰哎。什么？冻水饺吗？啊，不会吧？什么？狗的尸体啊？这是兔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它的胶原蛋白很多，对，等于是你咬一条给 S 尝一点点。因为太甜的甜点好吃吗？吃完会失忆哦。还不错，好吃啊。真的吗？你把那个。
きます。不错。马 Q 的表情。怎样啊，马 Q？ 其实要煮了这么久，不太容易啊。你们有爱吃这种营养的甜品，是不是？其实我的强项是炖饭。其实我觉得你多吃一点这个好，因为你喝这酒才有东西吐。一样，而且你要吃东西比较不会反胃。请坐，请坐，各位请坐。他是菜色选错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菜选错了啦。我最讨厌吃这个白木耳。对 ，OK，Sorry。可是我是怕这一个红枣的味道。但是我觉得还 OK 啦，蛮好吃的。那陈乐烈，你会跟女生聊什么？我其实也不太会讲话，所以我第一次见面就说，哎，那个，你平常喜欢去哪里吃饭？然后你喜欢吃些什么？除了这家餐厅之外，然后你还喜欢去哪里玩？我喜欢日本料理啊。日本料理，怎么会男生来我们节目聊天聊得不好？对啊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这个一。桌子，我跟你讲，你会喜欢一个人，这样就会紧张。其实是为了综艺而来的话，那当然就很会聊。对，真的心里没有感觉的时候，反而就会说一下。我觉得人这么多啊，这样看其实会给我们男生无形的压力。那全部都没有聊演艺圈的八卦，哎，艺人相见不会聊演艺圈的八卦吗？我最不喜欢聊这个，他怕聊他自己的。